啊，这是老方，他儿子给老方报的名，小方报的名。对对对，来自上海，上海宝山。开车呢是我上个月刚提的，以前我是不懂得越野的，跟着儿子一起混着混着，感觉喜欢上了。然后那个前面呢是一个坦克300，后来因为这一台有一个平行进口的，看挺好的，所以在说他们说呢，比那个坦克300的这个越野性能要强。300你开了多长时间？我就开了一趟，去年就从那个叫上海到那个川西，但是我整体感觉起来两个车没什么大的区别，比这个还要就是高反这块的还要好一点。高反，因为我们都是车主啊，我们没有说任何的，都是胡说八道。那车大概是改了什么东西？减震器，改了这个大轮胎。车主跟车主不一样，牧马人改装就舍得花钱。Fox 减震，对，米奇桑姆森的轮胎，这条轮胎多少钱？是将近4000块钱。将近四千块钱。前后保险杠，然后就是做了一些这个顶棚的一些升级，加了一个绞盘，总共加起来大概有20万左右吧。那高度涉水能力肯定要强一点。今天老方辛苦不辛苦？还行，辛苦但是很快乐。老方啊是两台牧马人，然后呢带了几个老哥啊，对吧？老方叫老哥，我也叫老哥，对吧？几个老哥玩的特别高兴。对，老哥来三个进。我们这位老哥今年多大？我66了。66了，我还说呢，我说这次报名啊不接受60岁以上的，一路爬冰川都没问题。对啊，而且没有高反。没高反，行，玩开心啊，玩开心，玩开心，非常开心，好，好。